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中立事工所试房，现在我们在一进门客厅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前阳台。现在我们回到客厅，我们来看另外一边。这是他的厨房，我们来看厨房旁边的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退出来。回到客厅，现在我们往里面走。先来看他的卧室，好，我们回到走道。来看他旁边的次卧，好，我们再回到走道，来看另外一边的卧室。来看这间后面的阳台，现在我们回到卧室，再回到走道。这间是他的共用卫浴间，好，我们再回到走道，现在来看他的主卧。我们先来看主卧的房间，现在来看主卧的卫浴间。现在我们回到客厅。